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哦。他说一个多项是 FS， 题目说被他除与他行不行？被他除会与他，被他除会与他。麻烦你把这 A、B、C， 把这些 A、B、C 找到，行不行？像这里不用怀疑，我们直接用什么？用除法原理来算。来，第一句话你看一下，他说 FS 被他除与他，行不行？所以马上写出来，被除是自己 FS 被几除？被 A 减 A 乘上 A 减 B 除，除下去之后，我是假设一个34下几 QS， 再加上一次是几 9S 减 5， 行不行？再用除法原理的时候，我们习惯上确定除四为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以令它为零，可见这时候 X 可以用几代 ？A 代用 B 代，行不行？你看清楚啊，当你 x 用 a 代代下去的时候，因为除4是 0,0 乘3一定是几 ?0。所以说当我 x 用 a 代用 ab 代的时候，这边都会是 0， 所以说我只要直接代什么是于是是就好了。所以说 x 用 a 代代进是 9a 减 5， 用 b 代代进是几 ?9b 减 5， 这样行不行？这再来，被他除是于他，我是要继续写下去，这样继续写下去的步骤有点麻烦，好不好？所以同理老师可以知道，刚刚讲过，我只要除4是 0,0 乘30一定是 0， 所以说我这时候我只要直接在什么是于是是就好了。所以说以后看这边，被他除是于他，我也是一样，我就令他为 0， 把 X 用几代 ?B 代和 C 代。这个除4是 0,0 乘3一定是几 ?0。所以说直接代什么是于是就晓得变成令它为 0， 用 X 用 B 代和 C 代代进去，一个是 B 加 19， 一个是 C 加 19， 行不行？就跟这边一样嘛，令它为 0， 用 A 代用 B 代直接代于是就晓得 ,9A 减 5,9B 减 5 嘛。所以令除4为 0,X 用 B 代和 C 代直接代于是 B 加 19， C 加 19， 这样行不行？这也是一样，令它为 0,X 用几代 ?C 代和几代 ?A 代。直接代什么是于是负 C 加 15 和负 A 加 15， 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时麻烦你看一下，老师，然后呢？然后你看一下 ,FA,FA, 这两个都是 FA, 所以说穿了这两个有没有一样？有吧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这 9A 减5会等于几？负 A 加 15， 这样行不行？同理你看一下 FB 这两个 FB 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这 9B 减5会等于几？ B 加 19。 FC 有没有一样？有吧。所以说这 C 加 19 会等于负 C 加 15，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什么？把 ABC 算出来的，对吧？算出来是 10A 等于几？20。 所以 A 等于 2， 移项过来是 8A 加3 24， B 等于几？ 3。 移过来 2C 等于几？负 4。 C 是几？负 2。 所以 ABC 的答案是算出来了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同学们麻烦你把这题整理一下，可以齁。整理来的时候我们再往下看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 OK。